他保送了北大，然后闲来没事可创业，挣个200万。你是一个极客，特别厉害，你应该是智商特别高的那种。长得不合，挺有人格魅力。战火太那个，有爆灯的，有这么多亮灯。你的选择是，我会坚持心动。能否接下来风雨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你打伞？刚才看到有人爆灯，我就没有勇气给他留灯。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我爱的人，我觉得你就是。非诚勿扰，敬请关注。